哦干哦干，这好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培伦。耶、yeah, ，大家好，我是培伦。今天我要来吃超级辣的印尼泡面，听说它比辣鸡面还要辣。我们邀请泡面登场，就是这个，这个要怎么念？叫什么？这个应该叫帕麦帕米，还是应该叫帕梅吧？反正就是这个长这样。印尼的辣泡面，听说它比辣鸡面还要强劲啊！看起来是个很厉害的对手。我们现在就来泡泡看，打开包装。它有附叉子，太帅了吧！不用自己准备餐具，一包辣油，一包粉末，这个是汤的精华的部分，辣油，只有这一小包辣油，怎么会辣嘞？不可能。加完了，我们现在去加水吧，走。好，我们现在泡好了，打开看看。哇，它打开就有那个很刺鼻的味道，靠，那小包辣椒味那么强哦，泡完长这样，很红哎，哇，非常的刺鼻，搅拌一下，很呛的味道，我们就直接吃呗。哦干，哦干，这好超辣哎，这吃面吃进去，然后嘴巴就开始刺刺的，它吃下去先辣嘴巴，然后你吞下去的时候，整个喉咙啊都在烧哦，热起来热起来，这泡面怎么那么辣？喝个汤啊。哦，汤超辣的啊，不过它味道蛮好吃的啊，这也太辣了吧。这比辣鸡面还强哎，这碗里面全部都红红的，那个辣油一小包那么猛啊，我现在已经开始流汗了，是怎么那么辣啊？还是汤的哦，天哪，它虽然很辣，不过它很好吃啦，它有那个辣椒的香，又辣又好吃，怎么办啊？一定要把它吃完，不可以放弃啊。这印尼泡面很强哎，啊哦，好辣，又辣又热的，剩三分之一啊，持续努力。啊，真的很辣哎，怎么这么辣啊？这叉子整个都变红色了，真的不夸张。啊，它没有再给你什么后劲的，它就是你吃下去第一口就直接冲出来。最后一口，哦。吃完了啊！干，这个我应该不会想买第二次。我吃完，拍得到吗？拍得到吗？拍得到吗？昨天你就狂爆汗了，整个脸都是汗，我现在嘴巴都肿起来了。唉，这个如果各位喜欢吃辣的话，可以去买买看。我觉得比辣鸡面好吃，它是汤的，也比辣鸡面辣哦。没想到印尼的泡面这么屌，而且这一杯才25块台币，哎，比辣鸡面还便宜，还有杯子又附餐具，超划算，赞！那么影片到这边结束了，如果喜欢我影片的话，不要忘记订阅，一定要记得订阅，还有记得分享跟按赞，我们下次影片见，拜拜。